一谈起食物就停不了口，将来说不定会改行当主持人。都是啊，美食或旅行节目主持人，我觉得我会很努力的钻研各种资讯，然后一定要当之无愧呀。美食和旅行是依晨的最爱，而他也大方透露，现在正享受和朋友美好的相遇中，会不会成为恋情，就再看看喽。我有很多种美好的爱情的感觉，对啊，可能不只是从书或者是电影，或者是可能真的有几个就是朋友有带给我这种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就现在的我很珍惜这样的状态。两岸网娱乐中